我很不懂啊。检测到水平碰撞事故。前方限速摄像，限速120。我去！我，是他别过来的。他别过来的。有行车记录仪。刹车开门前，请观察后方来车。你好，那被刚才录完了。前方刚才被刚才录完。没有啊。2.5万你连地都买不回来，来咱给你现在算个领导，你看地好我刚办，好恶心你，这货。